一块石山要想做个小巷，大哥想综合这两个款式的特点。他说两种形象结合一下，他意思是不要做的太复杂，就是简单一点。简单一点就不用做这个鼻子什么东西的嘛。但是鼻子咱们做这里这个纹路什么东西的就不用做了，这脸也不用做了嘛。萌一点，简单一点。然后就跟着他这个差不多就行了嘛，就是做点眼睛就可以了嘛。这种是不是有点太简单？就起码得能看出个形象，然后又不要那么复杂，就结合一下他的意思。对呀、啊。他这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艺术在这里面，你看他这个地方有点像眼睛一样的。但是我们也把眼睛做出来，眼睛肯定要做出来，对啊，像牙应该也要一点吧。嗯 就是鼻子不用打的那么多是吧？对对对对，鼻子不用打那种细节嘛。耳朵好像也不一样。哎，都可以做到这种的。他这种下来的是吧？他这种牙就要更可爱一点嘛。对，他就想萌一点的。他这种看着更可爱一点。嗯。哎，可以做这种耳朵啊，也可以啊。那你综合一下。嗯，脚的话，咱们就做。我看一下那边那个，他这个好像感觉这两个粗的，这两个。我看一下你做的那个。就那个是竖着脚，他那是之前那个做那种那个日雕那种的。这种是腿比较短，整个比较圆啊，这腿是立的。我觉得可能这种腿是适合把玩的，这种腿是整体比较圆润一点，然后也不会去掉那么多，整体就是刚好饱满圆润一点。它这样如果打出来的话，好像有点太高了，是吧？就去掉料多啊，你要把腿做成这样的，要去掉。那咱们腿可以做短一点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就是腿短呀、啊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就是腿短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咱们的意思就是说，可以把这下面少挖一点嘛，就可以了吗？你觉得呢？它这下面是两个，咱们要做四个。但是我感觉是啥？它本来就是两种风格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你要是要那边取一点，这边取一点，好像就有点怪。看一下。腿这东西其实可以，它这个是没有那种线条感的，看到没有？它就是压出来一个形状而已。咱们这个反正还是有线条感。我觉得还是要做一点，你觉得呢？要做一点是吗？我觉得要做一点，就是说鼻子啊、耳朵啊那些地方改一改，是吧？嗯。完全按这个做也不行啊，完全按这个做就没样子。这就变成另外一种风格了。对啊。研究一下，这个也是，你看也是。说这种的话，还不够这种，说这种的感觉还不够高。说这种不够高，就是那个腿可能位置不太够，是吧？对对。那就是耳朵呀、脸啊啥的，就偏向这边，然后身体偏向那边，只能这样改了。耳朵和脸这样这一块就比较萌一点嘛，但是这个身体做成这样的话，这个就要去掉很多，又显小。身体还是做的让它，我觉得是这种要更适合把玩，有圆圆的嘛。啊。或者说根据他这种的话就做四个角出来，就是说那个比这个大，稍微压点这个幅度在这里，他咱们这个这里是有线条感的嘛，有这个线条感的嘛，咱们可以不用这个线条感就跟他这个一样，需不需要跟他这个一样，就圆圆圆一点啊什么的。做着试一下，调整一下，想好了。然后咱们这个腿的话，可能就分四个腿出来就可以了嘛。他这个是两个脚的嘛。嗯。行。你分四个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两个。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我再跟他说一下吧。可以。你就照你的想法看，差不多就照那样做吧。好。综合一下。